笑。想做主播不？你们直播赚不赚钱啊？如果播得好，那挺赚钱的呀。还有大哥，对不对？小胖，你有大哥吗？哎，你就是做这么久，最多的一个月赚多少钱？最多的一个月5-6千。我好难，我好难。不是，我差点没把这个活给我吓死那个。不是你一共播了多久啊？播了多长时间呢？2个月。2个多月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保底10000？就最多的时候才赚5-6千块钱。真的，我刚说了，我刚说一个人在播收2万人气，你们进来才有12万。真的，我吉梦就没有比你惨的主播。真的，兄弟们，在吉梦啊，真的就还没有那种比他惨的主播。你也太惨了吧？你这。太惨了。保底10000，哎，咱可以加个微信不？可以啊，我包下大腿。他们说你身价20亿，真的假的？身价20亿吗？真的？没有。如果是真的话，要问一下他有没有女朋友。哎，现在明豪是被郑恒收了吧？现在是不是？哎，明豪现在是被郑恒收了吗？明豪。就是到郑恒名下去了。真的？那我要去报下大腿。哦。加个微信。哦。等一下，爷爷带我去看一下跑车。没事，我就带你看跑车，跑车都停在下面，5颜6色的，什么都有。啊。美美颜。哎，兄弟们。美颜了吗？没了，开了，必须的，特别漂亮，特别美。我看到过他，那不是大腿。你见过菊老二啊？哦，菊胖子，我本来想说菊胖子，你们满屏说什么菊老二，我瞬间我都那啥了，我这个，哎，我给你看一张菊老二，不，菊下的那个就是黑照，不好吧？真的，不好吧？没有，我只给你看，你别给别人看啊、哦。我有菊胖子的黑照，能黑他一辈子。这是那个生无可恋啊。这样的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看是这个菊胖子不？这个是很保守的一张照片，还有一张更夸张的。啊，给你。挺好看的呀，这样子。我这是我相机拍的好，好吧。你看这个，看这个。这个还好，这个。大不大？可以。挺大的是吧？可以。什么东西啊？嗯。没有，你不懂，我们这是虎牙的主播。真的吗？那我自己镜头不好看。没有，妹子说想让我带她去看看跑车。对。蹭一下热度，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信心，还户外啊？不能看，不能给你们看。就这样吧，给你们看有危险了。这挺好看的，不好看吗？哎，我发现你能给我带来好运，真的。怎么了？每次约你玩，找你玩，你都能给我带妹，认识妹子。但是说实话，上次你的闺蜜确实有点超蛋，那个。我闺蜜怎么了？我闺蜜跟你朋友发展的怎么样？跟苏薇好好吗？你可拉倒吧。他们俩没有后续了吗？他们有没有后续我不知道。是吗？可能有吧。我们是男生没见了。哈哈。有男生没见了，不如我。上次苏薇。别乱说话，别乱说话，哎，别乱说话。好，哦，知道。怎么了？那天晚上的事儿，一个字别提。这是什么秘密要说吗？告诉我。没有，那是我们直播间的秘密，跟你没啥关系。对，我之前跟他一起直播过，跟他遇过。哎，行了，别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妹子，你多大呀？哎呀，就比我小2岁，我今年22。刚好呀。啊。关一下是。你是哪里人呢？湖南的。湖南什么地方的？岳阳。哎呦我操！啊？我是平江的。真的假的？啊，真是平江的。是。你也是平江的呀？我也是真的。平江的吗？对。哎呦我真要加个微信，我跟你讲。我的妈呀！平江那个石牛站，你晓得不？嗯，你去玩过吗？那边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石牛寨就是我的。真的。啊。我是那边的寨主，
吃牛肉的债主，这点不跟你开玩笑，我有证。啊，他是武汉的。他说他是锦江的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忘记了吗？上次去石牛寨，我是不是荣获了石牛寨寨主的称号？还给我发了一个带毒药那玩意儿，一块那个毛巾那个东西，你们忘记了吗？湖北为什么现在能出来了呢？哎，别说这个，是危险。要不走，带你们去吃旁边玩去吧，走吧，带你们感受一下去，走。走吧，开吃。这妹子真火，啥都敢说呀！你喝的不要了吗？哎呀，上两斤，你没有说平阳话呀？我那个好久那个啥，就是我主要是直播播久了之后，我就不会说家乡话了，我就天天就说普通话这个。点啥东西啊？妈呀！我看到我就想喝杯东西，我看到妹子之后我就喝不下去了，叫我车就停在前面那个熊猫。太好吃了！哇，涨了不少订阅啊你啊！对，是个人气。还吃啥呀？吃不下了，兄弟们，还吃啥呀？这个。好饿。你走前面吧，我从后面抽根烟啊。这前面熊猫啊，前面熊猫。哪个房间？我也不知道。叫啥？反正是名豪的一个主播，叫啥？西子好像。Hello， 刚才又偶遇了。这么巧。哈。我操！走吧走吧，哎，那妹子来，妹子来。我一会儿去啊。嗯。哎，你一会儿干嘛去啊？你有事吗？我啊。啊。我跟着你混呗。不是你那个啥那个就是，哎，一起吧，走，一起吧，一起吧。哎呦我，他走得好快，你跟他一点。没有，我走慢点，我要抽烟。你跟他一起走吧，我到后面。好。你们是同行对吧？嗯，对。完了，这妹子缠上我了，我操，粘上我了。哎，就上次跟我不是，那天不是忽悠他拍照片吗？就要转几千块钱，估计上瘾了，我操。没有，这个妹子我之前就认识好久了。这边这个我不认识，这边是个主播，我也不认识。然后他说想去看看我的车，那这他妈这，他一说一我他你们他们跑会装逼，一帮粉丝跑会装逼，装完逼就说什么我是吉梦的，然后他说吉梦好多跑车，对吉梦别的他不晓得，就知道吉梦有很多好多跑车。哎，不能挖，兄弟，不能挖，不能挖。现在挖主播不好，他虽然说名豪了，但是名豪现在属于是在那个郑恒的名下，马奶皮，友军呐，你挖友军的主播不合适啊，兄弟们，啊，不合适啊。别乱搞，别乱说，兄弟们啊，别乱说，你们点个订阅，刷点火量就行了，好吧？别乱搞，别乱搞。